美好的回忆如果错过了就会变成遗憾。你看这里的风景那么漂亮，一定要把它拍下来。哎，后面那个不是双峰塔吗？走去拍。导演，手机呢？我不小心啊，手机掉下来，掉下去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Stephanie。 刚刚的状况有没有把你们给吓坏了呢？我手上握着的这个 vivo X50 Pro 就是有办法给你们一连串的惊喜。我们都知道当 drone 起飞的时候呢，机身会有高频抖动的，所以为了让大家尝试 X50 Pro 防抖功能有多稳，我们就把手机固定在 drone 上面，画面是一点晃动都没有的，厉害吧。要达到微云台功能最好的效果呢，首先一定要把手机设定好，打开相机，然后选择 setting，再选择 Micro Gimbal Calibration， 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微云台功能给调好咯。刚刚除了提到 X50 Pro 的微云台功能，这部手机的夜拍也是非常出色的哦。我们现在一起看看夜拍的一些画面吧。vivo X50 Pro 真的是给了我一连串的惊喜，除了有微云台功能，夜拍的效果厉害之外呢，它还可以逗你喜欢的人开心哦。现在这个 tips 呢，是你无时无刻都可以用得着的。 vivo X50 Pro 还有一个60倍 zoom 的功能，这就代表说不管多远的距离，你都可以把你想拍的东西抓过来。现在就让我来拍一下。X50 Pro 60倍 zoom 的功能，这个画质真的非常的清晰。哎，刚刚说到要如何逗喜欢的人开心，不如就让我来逗你们开心吧。vivo X50 Pro 是一台可以让你无时无刻都展现出创意的手机，有了这部手机呢，你就不需要再带额外的拍摄器材，也可以拍出一些非常理想的画面哦。X50 Series. Vivo.